下一把的。现在就得多试一试。站一会儿，真卡呀！哎，不知道谁那么卡。下雨了。谁这么卡呀？真卡呀！真是卡！让我选一把大剑行不行？哎呦我操！这把吃鸡我不敢保证啊，但是前二肯定是有。维鲁西，这个拿，这个拿，这个拿。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
龙刀。新的冠军诞生了。给个西瓜的。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我想想，那我肯定是小巨人了，嗯，那我肯定是小巨人了。我们有两种选择，一，我们是斗色；二，我走把怒翼龙。他俩的装备不一样，一个要龙刀，一个不要龙刀。现在我到底是合龙刀还是合救赎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人类的。这俩都不要了，扔了。上两黄刃，走把怒翼龙吧。怒翼龙就救赎，星界龙太少了，星界龙太少了呀，不好整。装满地狱的枪膛，这个样子也可以哈。金鳞龙能不能打个攻？给个狗熊下一波。给个狗熊，
九怒一龙给霞阳刀有点浪费，是不是？神龙赐予我力量，确实应该是有点浪费，所以还是算了。无尽，无尽可以给，上点装备。不用羊刀，九怒一龙加的攻速特别多，加250攻速，80吸血，不如伤害高一点。无尽巨杀加水银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要不就青雨无尽加巨杀，暴力虚虚。无尽青云水银我试过，打不太动人，还得是巨杀。巨杀水银，再加个青云也行，羊刀也行。无尽也行。能给个板猴吧，下一波来个两星板猴，下边再给个狗熊，晚上给一个狂战斧，这不完事了吗？磨磨唧唧的，快点的，别磨叽，磨磨唧唧的，你操！三金玲珑，你凑出来没呀？给的啥呀？玉金狮之杖，没有勾巴用。这玩意儿留着打工啊？打个屁，咱滚蛋吧。我是不是应该上个金克斯？我上 EJ 好像没用啊，上错了，上 EJ 有啥用？狂徒格斗家确实是没法整，哎呀我天，血真他妈多。变形就没用了，这都1块钱的变啥呀，不变了。随机成装，直击弱点都行。弱点的话，
20护甲也行，弱点吧。太刺激了，弱点吧。你可是个主播，我主播他也没用啊。变形我都变2块钱的有啥用，我给你变个5块钱的还行。我这全1块钱的人儿，完事我变个2块钱的，我这不有精神病吗？我们都是蛮荒的血脉。我好像能直接升级是吧？先升了吧。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哎呦我操，给钱了，击杀一名敌人有50%几率掉落2块钱，可以啊、哦，血赚。我们攒着钱留着，80块钱达到最大顶峰，给我加法强。我要个攻速，或者是拳套，或者是大剑，没有大剑，2攻速1拳套能给不？不能给我就拿魔抗，魔抗也没有 ，fuck。那我就拿锁子甲，锁子甲被拿没了，操！2攻速1拳套，能给我一个不？他不是代谢吧？他不是代谢，那我就拿走了，漂亮。赛道再给我2块钱，好看哎、哎，不过你这个海绵宝宝是得放里，这个得放在这里。我们是蛮荒的血脉，给钱呢，血不血脉的。我准备好了礼物去了，你看我的大奖。好大啊！你看，还有水母呢。海绵宝宝一起去抓水母吧。嗯，还得打开。你也要看？你给你看吧，你看。那什么，跑步，
跑步跑了1.7公里，给的海绵宝宝的奖牌，沙我不有了吗？可以。哎呦我操！5金玲珑看没着？刷给了，好快的速度啊！刚才问那个为什么是1.7不是10公里，那个不该问的问题就别问啊。伯言大怒，哎呦我操，伯言大怒，我伯言大怒了。神龙尊者哪去了？怎么才可以唱个三神龙呢？上不去。哎，这样行。这样行。凯隐是你爹，凯隐不2星吗？爹不爹的，爹不爹的凯隐他现在也得要啊。金鳞龙别的没有，就是钱多，哎。掉血了，开始啊！我觉得实在不行，这个样子吧。2块，57滴血，别怕，我们现在80块钱，不急啊，兄弟们，不急不急。我们拿个拳套或者是魔抗，这选秀。亚索，亚索，我要吗？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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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就要这个。
我要个奥恩。狗熊可以先用的。再打两波工，直接拉人口找龙女，我应该剩个30多滴血左右吧，我估计应该能剩个30多滴血。这人也太狠了，直接缩了，直接缩了，这就直接缩了吗？缩就缩吧，让他缩。42 OK， 下波30多滴血，然后找陆翼龙就完事了，找个两星侠应该没啥问题，我这80来块钱找个两星侠应该没啥问题，问题应该不算太大。这轮先升级省着过载，银马侠、乌鸦、妖龙，我多打死几个。28也行吧，要一个魔抗就可以了，要个魔抗最好是加个护甲，哎也不用护甲，要个魔抗加个橙装就行了，要魔抗加个橙装，我这边正好合冰心，忘了都，我都忘了给合冰心，要魔抗加个橙装，这个橙装有用吗？没用，我再刷一下，这可以。我总能找到。这么多蓝呢，我操！拉九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可以拉九啊！没有钱了，没有钱了。2块钱能给个龙女不？魔龙靠近，快我去作战吧。
两星侠。看我的吧！插张亚索。啊哟，这他妈的！整个光头，这也能掉我点血。这玩意儿那太贵了，这咋这么贵呢？商量商量，便宜点行不？你贵成这个样子，这怎么买呀，大哥呀？装死！银马卖一张。派克，这时间段还能拿派克啊？而且也没有派克。啊，有派克，神龙尊者这儿没用。魔龙靠近，要亚索啊。收毛，舒服。我等续杀的含金量啊！啊！龙女儿，快，我去作战。黄金圣斗士，啥鸡巴也不是，给个两星龙女儿，我吃了。龙女银血剑，
龙井枷锁谁先二，谁拿饮血剑啊。枷锁能不能站后边点，枷锁不是有尿遁吗？龙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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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星，枷锁两星，银马两星，完美。龙井主要还是龙井，龙井来个二星。龙龙龙龙龙龙龙，正好够。动着愤怒的双眼，十块。没用，这赛芬一个收毛直接死，这就是巨杀，明白没兄弟们？一个收，该我吃一把了，也该我了吧。攒点钱搞个二星枷锁，拿下！国服大魔王 Faker 还给我来了个 Faker， 我操 ！Faker 是吧？就你叫 Faker， 哎呦我操！这不吃都不行了，兄弟们！这不吃都不行了。黄金受冻室都没有用，这都后期都没塞，纯粑粑一个，死了得了，别骂了，两轮死。你俩谁死啊？拔豆死吧，拔豆，拔豆不厉害。法医打我没用，我怒翼龙不怕法医。枷锁怕，对哦，枷锁怕，那就枷锁别吃法医呗。
收毛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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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被锤石勾了，能把这龙王挠死吧，变形了啊啊啊，我抽了，这也能变形，我日你哥了，哎呦我操了，这都能给我变形了，这露露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哎，他这团战打得太好了吧，那龙王就差一下就不死，哎我服了呀，我是真服了呀，给我变形了，气死我了，哎呦我操，气死我了，锤石给我勾了，露露给我变了，哎呀，咱让人难受啊。